是玉杯式，他这个手来的时候一定要喊画，画以后在这画的同时捧怎么这个肘往下压压，就形成了玉杯式的用法。第二是领落对方，从你的左侧一拳打过来，这个右手一定要上捧，上捧有刀腕，这个刀刀的话它这个拳打捧在上面肯定有一种捧，有一种刀，这刀的话刚好它的力量打的是要旋转，要旋转，这旋转的话刀住这个手往下，这个身体过，现在不用以手，手的动作就很慢了，就天机，天机的两个胯，两个胯才能成为天机，这样它的力量打得很猛，过着这样一转啊，这个握住就握下来。第三是翻掌，对方打来的时候我要上捧，上捧的时候刚好捧住他这个是身体就飞起来打到他这里，直接把他推出去，直接推出去。第四是懒擦衣，是对方抓住你的左背，抓住你的这左边，马上肘，我的肘扭转，扭转他这个肘的方位，扭转肘的方位以后压下，压下，压下的同时发力，用腕掌发力，你这样套在他的左肋下，左肋下，这就是打的肋下掌，打的肋下掌。第五是如风似壁，这个如风似壁，如风似壁的用法是让对方刚才打的没有发出去以后力量猛，血声以息打当，以息打当，随后放了出去。第六是单边，我打对方一拳被他缠住，被他拧住，被他拧住，拧住下他的同时双掌合力往前粗步打过去，打过去。第七是领落，其实就是对方这个一拳找胸脯打来，就跟你刚才的有你这个手同时这个刀掌一握的时候放出去，放出去，这个为领落。第八是白鹤亮翅，对方双拳打来，来，我上捧，我双手托他上腕，双手托他上腕，飞左脚打他的胸脯，打出去。这个他来的是一定要由下向上推，推起来以后再张出去，脚一定要打到他的前心，打到他的前心。我的双手被他双手抓住以后，
我终身闷扣，终身闷扣，使他的虎口的拇指受伤，拇指受伤，拇指受压下来以后，双手同时解脱，同时解脱，同时解脱以后，然后狗与胸前捧去，胸前捧去，这就是说打的时候一定要多到喊蹦，喊或蹦的动作。第十四，开合右背背塔卡死，卡死，我以我的右手斩他的后膝，或用我的右掌的掌指卡住对方的虎口，虎口拇指推向他的后膝，以我的两个胯，左就是右胯和左胯的蹬遍使对方破地。第十一式琵琶式，对方的右手打到你这个面部，因为出手先占迎门，这是太极最要命的地方。我要左掌闷扣，下压压到胸前，压到胸前，是用手画是画不掉的，只有身体的转换，只有身体的转换，身体转换刚好使你的右拳打在他的前胸，让他倒地。第十二式楼梯腰部，是对方卡住你的左手，被他卡住你的左手，被他的掌卡死你这个右肘，下按，在下按这个同时，你接画，直接用你的左脚管住对方的后脚，在他吃力的同时，整个是个阴阳图，他这个是刚，我这个是柔，我马上变刚，他马上变柔，以他这个柔来化他这个刚，刚好整个是一个太极图的动作。第十三式上部十字手，对方右拳打来，我上手抓手腕，外旋右脚趴在他的小腹上往外蹬去。第十四式楼梯斜行，右手抓我右背，抓我右背，左手抓缠我穴，抓缠我穴，抓缠，就是收穴，腕掌，掌根腕在他的右手指，吃紧右手指，左手解脱。此穴，解脱此穴，穴含身，解脱此穴含身，压他手腕。第十五式，开合，对方拳打来，下捋，右背打他咽喉，打他咽喉，后捋下。捋下的话不要直捋拉的话肯定被别人拉住，外旋往下
被打上，这个就是外旋并被第十六式收回琵琶式。对方从侧面打来，我捧我的右手，捧我的右手，右手刀他的右腕，手左手托他的左肘，下压下压压压制自己的小腹前，压制自己的小腹前。第十七式楼梯腰部，我左背左肘被对方卡死，他被对方抓住前面这个虎口，后面推住后膝，这个手右手左手已经丧失了人和能力，人和能力，这个他这个右手抓我上腕穴，拇指卡我麻穴，麻穴这样卡的时候，对吧，刚好卡住，卡住我刚要下穴松懈此外，此外以后以进一步以肘反转起手，这样退出退出。第十八式上部十字手，对方拳打来，打来我以外旋上领抓住他的脉搏，脉搏右手卡住脉搏，上领外旋，用外旋上提以后，由你的右脚扎在他的右膝的内侧，外扎外扎外扎。第十九式楼梯高领落，对方拳朝迎面打来，我以刀化刀化刀化命缠，缠住他的手腕，用手刀起手腕，以背压起锤顶，右手手心掌起肘戒，掌起肘戒，周身下压，周身下压，下压使他的这右手背折断，折断，旋断，旋断。第二十四束手解带，对方口紧，口紧我的双手和双背，双背我外撑内含，外蹬使他栽落下地，使他栽落下地。这个刚好是一种喷，这个手势就是这样喷，把它扔出去的动作。第二十一式伏虎，对方抓紧卡紧被我卡住双手，外层手下托塔阴部就是翻滚，翻滚过去。第二十二式擒拿，右拳被他的左拳抓住，抓住掐他的手腕，手硬去扭他的手腕，拧压压使他后翻地。第二十三式紫阴锤，我用拳被别人抓住，被对方抓住，抓的手他要外拧，他要外拧，我就是只打阴部往外打去，卸掉卸掉对方的双手的力量，直接直取他的阴部。第二十四式迎面锤，
对方双锤双锤击中面部，我用我的右拳背下压下压下压的话，有你的双胯内扣，这个进步全打全打全打。第25式肘底看拳，我的手被对方卡住，我的左手刀对方的左手腕，右掌托对方的左肘，往下压压下压在你的左膝下左膝下。第26式倒撵猴，对方双手借我借我，我以松垮背离这扔过扔过去扔过去。第27式白鹤亮刺，对方双手打我胸部，我双掌腕起手腕下压插步后过。第28式楼梯斜行，对方拳在面部打来，我右手左手勾挂，右手举起胸脯举起胸脯。第29式开合，对方困住我的右背，我以右背卸化，右脚勾打使其摔倒。第30式海底针，他的左手下拧，右手抠按抠按，用你的左手挡住你的右背挡住你的右背，对，我以身下化，我以身下化下化化戳力抽，右手抱起遍布打去。第31式闪通背，对方拳击过来击过来，你以你的右手进步进步有一种内旋，这个锤这个锤打得来，进步使他这个拳上撑上撑，右手接他这个肘转身扔出去转身扔出去。第32式如风似壁，我的手被抓住抓住住，我内涵内涵内涵，以背上切上切起左手腕，以右掌上切起右手腕，右手腕在虚实转线姿势直接退出去直接退出去。第33式单边，左手和左肘被他的右手或右肘卡死，我在他推我之时，我顺势倒垮，以你的手压他的肘，以你的肘压他的肋，向起倒下向起倒下。第34式云手，对方拳打来，我以后仰姿势刀开对方，以左掌推他的右肋下，自己倒地。第35式腰部，左背被对方压住，这叫近身向下压
精神往下压，进行这个左肘吸在他的左胸前压下。第36式高抬马，对方这个手拧住我往后卸，后卸我肘打去打下。第37式转身，双手向下卸左脚踢在肋下。右拍脚使对方架开手踢起咽喉。再转身是把对方双手为我下拧，拧的肘接他的胸，左拍脚是以左手擒对方的左手按下他的左手贴他的咽喉。第41式双峰贯耳，使对方后包不马上以肘击前胸，这前胸扇开打他，第42式旋脚蹬根，是对方上面用锤打来，我即旋转顺势冲拉下蹬出一只脚来。第43是三步锤，他这个锤只打外胆以后这个脚踏出去。第44是青龙探海，是我被对方抓住我的前身随着他的身体往前探，但是你的左胯蹬起来是他从你的左侧飞了出去。第45是黄龙转身，我被压住以后，我以肘打他，把右肋以后把他的右肋周身翻转，以肘膝打过来，肘膝打过来。第46式霸王敬酒，使我的双手被对方卡死，我以环内涵绕个圈，他趴着去，以他胸，以双手的交叉蹬去，以你的腕力放出对方。第47式二七拍脚，双手向我打来，我即抓对方的双手，右脚踢起咽喉。第48式跳环脚，把这个左脚踢对方那个阴部，就在这个打的同时，打他的阴部，让他死他跟没有办法存在。第49式分门桩，我的双手被他抓住，内外卸手退出去。第50式包膝，对方双手抓住你的背，外缠内拘，
居住他的双肘，双肘上上居姿势，以你的左膝踢对方的小腹，小腹。第五十一式，喜鹊登姿。对方双腿打来，下一握碰出去，但是这个碰出去的话，一定要以双手上领，拖住他的肘往前送，往前送。这个脚一定以脚跟冲往上推。第五十二式，鹞子翻身，上托打手，手点起了，顺势拧下，顺势拧下。第五十三式，阔膝，他的右拳朝面部打来，我的右掌上领，右脚踢起压下。第五十四式，宰科膝，他的动作和科膝一样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以这个科膝以右手相碰，宰科膝以左手相碰，左脚相蹬。第五十五式，圆手锤，对方双腿打来，我以寒化猛单打。第五十六式，迎面肘，我一拳打去，被他拧，双手插住，由他的双手夹踩，我以我的左手，他在他的右手腕上，直接用肘筋迎面打去。第五十七式，包头推三，对方的右拳打来，左脚踢来，这样遮住，往后遮去。五十八式，入风四臂，右背被他双卡穴位卡死，收身，这样直接压进去。第五十九式，单边被对方卡死，跨过椅肩，带肘带手压去打去。第六十式，前招，双背右背被他双手卡死，下按我闭起锋芒，以你的右肩击起胸部。第六十一式，后招，我的右背被他卡死，用周身压住，而且肘关节的穴位被他中指点住，使我半身发麻。这个右肩没有丝毫的活动力，只有从你的左手捧下，从你的右掌下捧出，以你的左胯以倒换力把人发出去。开始。第六十二式，拉马式，对方抓我双手，我手
往上左右分撑，看他这个手指，他抓的这个手指用你那个背把他这个手指给他卡断，这个手指朝外同时卡断以后，从胸脯蹬脚，这个叫勒马式。第63式野马分鬃，是以你的右背上棚向前进步，直接踏下去。第64式右高抬马，对方进他的出他的左腿，打他的右拳，你以右手上棚，左手右脚勾挂的左脚，若让其栽倒。第65式白蛇吐信，对方双手捏住对我的单背，我往上一锤，直接取其咽喉。第66式玉女穿梭，对方打一锤被人家卡死以后，自己推他的前胸，化自己的右拳。第67式转身揽茶衣，是对方左拳打来，我以左手外挡，甚是以右肘击他的后心。第68式无风四壁，我手被他强力下压，双手被压住背部，不向他朝后翻下。第69式单鞭，我的右手被卡死，是在未能化解子时，因为他的左手卡的方位使你难以卸肩，也难以松肩，就是卡住他的虎口和后溪，用你的勾手的勾肩点住他的乳盘，直接退了出去。第70式云手，别动他的双手过来，你以左手以手胸和脚尖同时下压以后，以你的右掌踏在他的胸上，71式跌踏，对方卡死我，我以我的右肩上点，右手在他的左肩上下压，左手推住他的右肩旋转，周身旋转下，这就是跌叉。第72式扫腿，他的锤打过上架的时候，打他的双腿，使他没有办法站立，
平摔倒在地。第73式转身，转身是你在侧身走动的时候被他击过来，直接上岸下压腿，直接打过去，直接打过去。第74式右金鸡独立，是他的右拳打来，我以我的右手上托脚提挂打到他的阴部。开始。第75是左金鸡独立，是以他的左手打来，我左手上抽，左脚勾挂。第76是双震脚，我以进来，他以他的右腿扫来，来以后我这个脚蹦起来，扎住他这个前脚。打住他的这个前脚，这个后脚的话在他的这个膝上猛跺，这个姿势很凶，这个死人坐禅别一般不禁用。第77式倒撵猴，对方以他的右腿卡死你的腿，他以右腿歪头，左腿卡死以后，硬拖我还我的两个胯倒地，以手你的左手腕刀住他的左手腕，以你的右手托住他的右手，以你的胯蹬他的胯，这样使他倒地。第78式白鹤亮翅，白鹤亮翅使于他的双锤打，你以手背同时往下压，压制过你的中线，双手合击，有退步和穿步的这些步伐。第79式楼梯斜行，尤其斜行是以靠打人，这一靠刚好打到他的胸脯上，在他嘶喊飞喊的情况下才打他，两手分开才打他。第80式开合，开合是以对方把你的手砍死丢下以后，以你的背到你的顺困住他的双手，把他的右腕提起来，以你进剑打他的肋部。第81式海底针，海底针是以我的左手受制以后，身体下坐，在他吃力的上棚子时和含腰手下卡紧他的脚腕往上撑，
往上撑，撑，往上撑。第82式闪通背，闪通背是你的右手旋转上领，上领它的右手，你的左手掌趴在它的左肋下，左肋下往上捧，外撑，外撑。第83式如风似壁，双手回收卸进之推。第84式单边，是我的右手背扣，背扣，没有臂人背他上撑，背他上撑，只有我用我的左手托住他的右手腕，上提出我的左脚，踏住他的小腹上蹬，方能解开。第85式云手，他的右拳打来，我以左手接右拳，进右步，卡住他的左腿，你的右拳的背，右背扎在他的肋下，你的两个胯的倒动，扎断他的。第86式腰部，双手被人卡死，沉垮粘碗，双手乱下。第87式高胎马，是对方别扣你的左腕，擒住左腕，上身猛侧托起肘，往下压断。第88式十字手，第十字手是对方的右拳打来，我以右拳刀碗以小背扎手，以左手上托下拧，以你的左脚掌向上砸去。第89式单摆连，是手被对方的右手擒住，我以我的右脚侧扫对方的手腕。第94指当锤，我的手背全被对方卡紧，我只有一胯向迎，外合锤打起阴部。第91式领落，在你的胸前，他这个锤来时很凶，挡不住，
入到胸前以后，外凝，使它的右肋露出，推它侧面。第92式翻掌。第92式，对方拳打来，脚踢来，我的右手拧手腕，我左背往前拖上，顺势抽出去。第93式乱擦衣，对方扣紧我的右手，使我右手不得转动，只有从丹田发力，催于掌心，以丹田发于掌心朝外推出。第94式右七星下式，右拳踏住我的右掌，这个掌力使人不得前进，只有卸步转垮往下。第95式擒拿，对方双手抓我右背，我扣裆，沉肘，收腹，用我的左掌扣住，因为你这个右手一定要折掌折腕，手折掌，肘折腕，以你的双手踏住，打起阴部。第96式回头看画，是对方要打我的左背，扎他的同时上画下打。第97式进步子当锤，对方的锤打来，我一背之下用锤直接打去。98式黄龙浇水，是对方扣住往下按的同时，手扣住，绷起来，来使他转过去。第99式如风似壁，第99式的如风似壁是对方卡住双手，我已把你的左手却成之局，他的右手只扶住你的手腕，你用你的左手趴在他的左手腕上，以你的肘尖打到他的左腕，就是下来。
一般是单边。单边是他的左锤打来，打来左手，他的左锤打我于右手，拧腕左手，啪啪，掌，他的掌，掌进步，按下，进步按下。第101式左七星下式。左七星下士是双双扣死，扣死在顶牛的情况下，送你的左胯，送你的左胯，蹬你的左腿，手双站，手双站，这说一下，说一下。第102是擒拿。擒拿是对方抓住你的左背，抓住你的左背，你以右你的左背抓他的左背，由你的右背抓他的右腕，右腕顺势向下往上颠，往后打，然后是平时下来摔到下面。103是进步砸七星，进步砸七星是双手，双手被他抓住，愣扣，愣扣，朝胸前打到他的面部，打到他的面部。104是退步跨虎。104式的退步跨虎使他的右拳左脚打出，顺势往前刀过来，刀过来使他着地。第105式转身，转身是对方双腿打来，我以手脚同时牵动，让他甩过去，甩出去。106是双百连，106是双百连，是对方抓住双手，抓住双手，你以你的双脚做内勾，哗，让它扔下去，让它扔下去，这是其中的一种，扔下去。107式单弓射虎，是对方在后面包住，包住你，接住双手朝外一闪，从左侧扔出去，从左侧扔出去，从右肩前扔出去。108是领落，
这是是对方锤，再一个零落也叫黑虎掏心，也叫黑虎掏心。对方拳旋转胸前打来，手你的左手以后上扬，上扬你的左拳挖紧挖紧，左脚前勾后脚，右脚后蹬，右胯上蹬，死拳直接拉出去，直接拉出去。赵宝太极拳散手的解说108式到此就结束了。